IT 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。7月26日下午，华为举行媒体沟通会，会上介绍了荣耀智慧屏将于8月亮相，华为智慧屏将于9月亮相。然后就是本次发布会的主角 Mate 20X 5G 版，麒麟9840瓦超级快充，7.2英寸大屏等等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Mate 20X 的配置了。Mate 20X 5G 版支持智能双卡切换，支持 5G 加 4G 双卡双待，单卡 5G， 支持全网通 5G， 而且支持 NSA 和 SA5G。这是因为它用的是麒麟980加巴龙5000，全球首支双7纳米 5G 终端芯片模组。其他安卓厂商的 SA5G 手机得等到骁龙 X55 量产。华为 Mate 20X 5G 版8+256GB， 售价6199元，已开启预约，8月16日开售。第二款产品就是华为 5G CPE Pro 路由，全球首款 5G 全网通智能路由器，也是采用的巴龙5000芯片，全千兆双宽带， 5G 下峰值下载速度可达 1.85GBps， 售价2499元，7月29日开售。最后就是推出了 Nova 5i Pro， 采用麒麟810处理器，前置3200万摄像头，后置4800万四摄，6+128GB 2199元，8+128GB 2499元，8+256GB 2799元，将在8月2日开售。